这是你的，我的儿子的儿子，你儿子的儿子。嘿、hey, 兄弟，你怎样？可能大家不知道，但是我有一个哥哥，他叫杰明，然后他中文也很好，所以我想分享一下我这个星期过得怎么样，我想分享给他。所以兄弟，你怎样？这个星期挺好的，我跟几个朋友玩了很多好玩的事情。第一，我们买了一个绿色的背景，然后我们玩一下。第二个，我们打篮球，打的也没那么好。第三个，就我跟我一个巴西朋友一起吃个饭，我们一起看一下。所以我们两个都会说另外一个语言，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些汉堡包，但这个汉堡包是用海鲜的东西做的。第二个事情我想分享，就是我很多朋友都有非常可爱的小 baby， 所以我就稍微拍了一下，然后就给你看一下我朋友的特别可爱的 baby。Hey, Mina. Here you go. 你看到什么？这是马。哇、wow. 最后，我就想分享世界上最可爱的小 baby。你知道，我也知道，哥哥，这就是你。的小孩，你的儿子呢？他特别可爱，然后今天能看到他我也特别开心。我也问了爸爸，他要不要给你一些建议，然后你可以一会儿就听一下他的建议，特别好玩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。哎，爸爸，这个孩子可爱吗？特别可爱，非常非常可爱。这不是你的儿子吧？不是，这是你的。我的儿子的儿子。你儿子的儿子，安美，儿子的儿子是什么？儿子的儿子。嗯哼，我也忘记。孙子，你的孙子。哦，小孙子。爸爸，你已经当了一个爸爸六次，你跟我哥哥有什么建议？我建议就是这样，别听别的人的建议。好的，Jeremy， 你听到了吗？别听别人的建议，包括你爸爸现在的建议哈。好的，就别听别人的建议啊。最后，我想给你听。我跟我的朋友，我们一起唱歌的时候拍的一个影片所以希望你今天过得好，这个星期过得好，然后我就想问你一下，兄弟，你怎样？请做 my king in what you hear, may it be a sweet sound in